曾在上心成全在两小团已思听尽，我曾与张生约定，他在西厢月下弹琴，我引小姐到花园烧香。怎奈小姐老夫人会一拉魂，心中气恼，他阑尾烧香，是我再三传的，他才肯出门。怎么我进的花园，小姐她还不曾来呀？看，小姐她懒洋洋的来了，待我唤她一声。啊，小姐，快来呀！你看今夜的游色多好啊。有儿啊有儿，你又出来做人了。望晴空冰冷茶涌，相继风上彩虹，有的心很短太空，那段落爱意今夜月来，明生他有风雨音，风雨天边雨，神间好似乎。今夜的月色正好烧香你音。哦呀，我哪有什么心情烧香哦？小弟，计算来了，再胡乱地烧一次吧。烧香吧。莫非是他？红娘一听，这是什么香啊？红娘听不出来。小姐，
是才呀？莫不是不想，莫不是风吹天马烟斜动？莫不是那白王宫的阴中？也不是，阿小弟，这声音好像是在哪边呢？再仔细地听啊，我在里先生听声声响动。对呀，这里烧香，我就看看老夫人睡了没有。手提几刀枪马掌啊，谁用？他不要给上我立功，他不吹高瓦把风雨弄，他家是儿女的在小场中。他是一穷很贫穷，独自为娇卵子丰收。